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感谢赞美神，今天是我们有美好的星期五，好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同时我们也把今天的连结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进到我们这里来，一起跟我们一起来灵修，一起来做晨祷。那我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掌管，来带领我们，主啊，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走进你的同在的里面。主啊，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也把将快要进来 当中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来守晨更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更快的与我们一起来守晨更，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主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研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看的时候有亮光，有更多的领受。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相隔我们这个敬拜赞美的时间，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花这五分钟的时间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大家。
谢赞美主。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祷告。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祷告，让网络上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祷告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着我们。主啊，你的灵与我们一起引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主啊都没有任何的阻隔。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这个时候，主啊，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你。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赞美你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今天早晨让我们以高声赞美来我们的救主，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的站立起来，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心里荣光照耀这世界全地，全世界敬拜赞美。是的，我们要高声唱他的伟大。我永远祝是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主无尽的爱，丰盛的充满着地。是的，他是新世的救主。主，祝你恩典充满着地，大声赞美，大声我主，伟大荣耀的救主。那我们一起来唱，伟大荣耀的救主。大而可畏的救主，哦，我们主的荣光照耀着世界全地，全世界敬拜赞美，高声唱他的伟大，哦，永远主的国度，阿门。我们主无尽的爱，丰盛的充满着地，新世的救主，祝你恩典充满着地，大声赞美，赞美我主，伟大荣耀的救主，尽心全意来敬拜主，大而可畏的救主。
赞美我主，伟大荣耀的救主，全心全意是的来敬拜主，那可畏的救主，那可畏的救主，那先赞美赞美我主，伟大荣耀的救主，全心全意来敬拜主，大而可畏的救主。阿门。是的，我们来宣告大而可畏的救主。大而可畏的救主。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今天早晨我们求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圣灵啊，求你浇灌我，求圣灵浇灌我的膏油，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用你的油来膏我，圣灵啊，求你浇灌我，求圣灵浇灌我的膏油，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阿门。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唯有预备好有的人，才能参加主的宴席。圣灵啊，求你浇灌我，求圣灵浇灌我的膏油，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是的，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知道将来你必要回来，来迎接你的儿女，就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主耶稣，不然现在来世界之时，唯有预备好有的人，才能参加主的宴席。当那夜，我们的主耶稣，不然现在来世界之时。是的，我们要预备好。阿门。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来欢迎主的国、上帝的国、耶稣基督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Let us welcome His kingdom. Lord, let Thy kingdom come.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要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美好旨意成全。我们高举你生命，我们称颂你生命，国度权柄和荣耀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是的，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欢迎你，欢迎你的国，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人要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美好旨意成全。称颂你生命，国度权柄和荣耀都归于你，直到永远。你国度降临，你国度降临。是的，主啊，你的国度降临。让我们来宣告，主，你的国度降临，你国度降临。我们在天上的父，人要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美好旨意成全。我们高举你生命，我们称颂你生命，权柄和荣耀都归于你，直到永远。你国度降临，你国度降临，你国度降临。是的，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阿门。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来掌权，你来掌管，因为你带领我们的一切，不受一切的影响，我们就注目定睛在你的面前。当我在患难之中，是的，主啊，我仍要信靠耶稣，我仍要信靠你。你是我第一切，哈利路亚，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哈利路亚，我心所依靠的，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你是我。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耶稣。赞美主耶稣，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你。让我们起来宣告，哈利路亚，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你。哈利路亚，你是我所依靠的。Yeah.
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啊，你永远永远的在我们当中掌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欢迎他的掌权。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如何，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耶稣，我欢迎你，耶稣，我欢迎你，亲爱的主，我欢迎你。亲爱的主，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你的宝血涂抹我们，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动作、我们的行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我们要抵挡一切属黑暗的势力。主啊，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圣名，那些拦住我们的至高的营垒一概都要被攻破。主啊，让我们今天早晨没有任何的阻隔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今天早晨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今天早晨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我们可以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早晨你面对什么困难，但是我要邀请你，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拆毁一切撒旦魔鬼的工作。哈利路亚。苏库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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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亚达拉莫库托罗布西基里里里里里亚达拉莫库托罗布沙。苏库拉巴巴巴巴巴巴里亚达拉莫库托罗布西基里里里里里里亚达拉莫库托罗布沙。哦，主啊，让我们跟你，你的心能够心连心，让我们的心可以跟你一起。哦，耶稣，耶稣，让我们举起双手一起来祷告。哦，耶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有多少，好不好？这时候
你学习用主耶稣的名字，主耶稣名字的意表，比方说，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主啊，你是我的力量，主啊，你是我的盾牌，主啊，你是耶和华以勒，主啊，你是耶和华沙龙，主啊，你是耶和华撒玛，好不好？就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的生命粮，我们用新歌把它唱出来。哈利路亚，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牧者，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掌管一切，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指引我前面的道路的亮光，你是那医治我的神，你是我的供应者。是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学习来唱。哦，哈利路亚，让我带领你。是的，耶和华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你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are the lamb who was slain,You are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never change. We give you glory, O God. You are worthy. 让我们一起来唱圣赞，圣赞，圣赞。我圣赞 Holy, Holy, Holy。 是的，主耶稣，当我们宣告你的名字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你的能力就彰显，我们的生命就突破。主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要引领我们，你要带领我们，你要使我们的灵得到凯旋。哦，主啊，你要使我们的灵得到得胜。主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让我们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隔绝。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再一次的更靠近你，主耶稣基督。主啊，奉你的圣名，如果我们在灵里面，在哪个地方与你疏远的，主啊，得罪你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举起双手，主啊，我们祷告，求主你的宝血这个时候来洁净我们。哦，主啊，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把这段美好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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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早晨我在这里带领这个网上的这个晨祷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网络上呢，它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因此现在我在这里分享的话，它是两分钟之后你们才听得见，所以它有一个的 delay， 大概一分钟三十秒到两分钟之间，因为一般上呢通常是二十秒，所以你们当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回应，但是呢，今天我必须要等的一个分钟、两个分钟之后才可以听到我们的回应。但是我们相信说，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在听的时候，一边听一边为我们的网络上祷告，让我们能够呢，跟大家一起同步的一起来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主啊，我奉你的圣名，你说话算话，你是 Amen 的上帝。当我们在这里 Amen 同心合意，两三个人祷告的时候，主你的灵必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当我在这里分享你话的时候，
主啊，我们跟你以及跟线上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阻隔。我要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走进了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那我们还没有看十三章之前，好不好呢？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些的复习啊。我们回到我们第一章的这个复习，让大家可以一起的来重温我们过去的十二个星期，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那我们就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那之前我们都有分享到说，以赛亚书呢是一本圣经里面的书卷，它又称为迷你圣经。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它把旧约里面的精华都分享出来，而且呢，在以赛亚书是其中一本先知书，预言最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从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服事，以及直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的整个的过程都预言。所以弟兄姐妹，你说以赛亚书是不是很重要吗？阿们。所以当我们知道，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一呢。第一章到39章呢，其实它是在讲审判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有拆毁，又有重建。我们的神不但是一个严厉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呢，他也是一个慈爱，带给人家盼望。Although he is a God of righteousness.And he will give judgment. But our God is also a God that gives us hope, and He's a God of mercy. 所以我们看到呢，第一章到39章是要讲到洁净耶路撒冷。那简单的说，他也是指洁净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也是洁净他的教会。所以当上帝对我们的生命严厉，对他的教会严厉的时候，我们不要误会，我们的神不是丢弃我们，或者你正在面对这事情，你感觉好像神远离你，其实神从来没有远离我们。那很多时候是我们远离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一章到十二章呢，它是讲到旧约的这个旧的耶路撒冷圣城受到审判，然后讲到将来新的耶路撒冷的盼望，当然那个就是指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因为百姓拜偶像，这个是有形体的偶像。但是弟兄姐妹，使用在当代的时候，有很多人也有很多的偶像，可能不同不同偶像。你崇拜一个歌星也是偶像，你喜欢你的车也是偶像，你追求金钱也是偶像。那弟兄姐妹，上帝不喜悦我们又追求他，又追求马门，我们必须从中有一个选择。所以神要降下他的公义的国。然后13到27章就讲到对列国的审判，就开始讲到对巴比伦啊、亚兰国啊、亚述啊这些的国家的审判。之前是讲到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会审判骄傲的人，骄傲的列国。我们还记得的话，前两天那我们的传道人跟牧师在分享就讲到说，神会审判什么呢？巴比伦，会审判亚述等等。因为巴比伦、亚述都是神手中所使用一个国家来怎么样讲啊，就是来对付他的子民。但是这些国家就以为得势了，他们就开始骄傲，所以神的公义呢要来审判这些列国。然后28到39呢，就再次的讲到耶路撒冷的复兴跟他的兴衰。主要的原因，他们衰败的原因是因为领袖信靠别神，但是呢，当他的儿女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会再一次的给施恩怜悯。然后第二部分40章到66章是讲到预备主耶稣的再来。
哦，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不多讲，因为将来我们会更多的分享。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章。那我们看到了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看一下。那如果你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开。那个时候呢，其实呢上帝在讲些什么呢？那我们翻开你的圣经好不好？那允许我有一点时间，我就把圣经稍微翻开。那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那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讲了耶路撒冷，然后十三章讲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好，那这里呢，十三章的第一节他就说，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德末士论什么呢？论巴比伦，有没有？他说论巴比伦。然后呢，第十七节你看，我必激动马代人，我必激动马代人。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呢，这里呢是三章，上帝开始什么？开始要审判巴比伦的。那弟兄姐妹，这里就开始的讲到神的审判呢开始来了，神的审判开始临到全地。所以第一个遭殃的国家就是巴比伦。那当上帝审判的时候，其实是他在做什么？他在彰显他的公义。他不是要拆毁，但是他其实要告诉你他是个公义的神。那当你犯罪了，是不是要得到惩罚？那同样的，那我们看到呢，在第六到第九节有讲到说，你要注意这个字，如果有出现这个字的话，耶和华的日子，如果没错的话，英文是记载说 The days of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第六节第九节也有讲，他说哦，耶和华的日子来了，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看一下第六节怎么说，他就说呢，你们要哀号，那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这日来到好像什么呢？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弟兄姐妹，那圣经形容说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呢，是人抵挡不到的，上帝的审判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呢，第一章到十二章讲到神对付他的子民。那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得救了，那如果我们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神会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上帝对不是他儿女的，神会审判，神会审判，没有奖赏。但是呢，他的儿女当中，神会有管教，神也有奖赏。所以十三章开始就是神对付外邦。所以弟兄姐妹，除了神的儿女，外邦国家也不例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这段时间要好好为我们的家人祷告，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因为总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没有得救，他可能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再信耶稣。所以等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为这些家人来祷告。那我们继续再看，那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代表呢神彰显他的大日子来到，表示什么？表示上帝介入的人类的历史，上帝呢是有权利干涉这个列国的事物。所以弟兄姐妹，包括你所处在的国家，像我们处在马来西亚，虽然我们的经期内的政治会有一些的动荡，但是我们也相信神也在掌管。比方说在美国，我们知道11月又有总统的选举，特朗普是否要连任没有人知道，或者是在台湾最近的南海的事故，美国都一直在那边做一些挑衅的工作。所以我们国内中国呢也开始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动作跟反应。那么再加上好像中国啊印度的边界
这些事情发生，其实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发生都有神在掌管，神就是背后，因为神正在掌管这些国家，让这些国家将来这些国家当中的百姓能够归向神。但是那些不愿意跟随神的，上帝就会审判。那主要上帝审判的原因是因为神要显出他的公义。那但是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审判的日子，但是呢也有神祝福的日子，对神的子民也有祝福的日子，有审判之后就有祝福。那上帝呢会讨那些罪恶的日子，当一个人犯罪，神会追讨，也是神伸张的日子。是为什么？因为审判是神举刀割除我们的恶瘤。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身体上有长了一些毒瘤的话，那么医生要跟你开刀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哇，医生好残忍，把我那这个恶瘤切掉呢？你不会这么说，对不对？你会赶紧说，哇，赶快把它切掉，虽然很痛，虽然很不愿意，但是这个恶瘤还是要拿掉，如果不拿掉，它有一天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这个有害的毒瘤，就变成癌症，就更痛苦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恶瘤的时候，让我们愿意让神来切割。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会很疼痛，所以在整个国家，不同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很多人死，很多人伤痛，这些都不是神愿意的，是因为人的罪恶而导致，但是神还是在掌管。弟兄姐妹，就比方说你走到街上，那你看，哇，我们的神这么好，为什么路上这么肮脏，没有照顾？弟兄姐妹，不是神没照顾，乃是因为人的罪，人的自私，觉得，哦，我丢一张纸没问题，那个又觉得我丢一张纸没问题，所以就丢的满街都是纸张，对不对？所以就肮脏，然后就影响环境，然后我们就责怪很多的人。就比方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的，那你很生气政府，你很生气政治，然后你就不投票，然后你就再开始骂政府，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东西我们就做，那么一切就在神的手中。所以基督徒呢没有分任何的政党，基督徒也不谈政治，基督徒只为上帝所要做的事情来祷告，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宰，历史的掌管者，所以我们就顺服他，跟随他，这是正确的方法。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说，第一，你要为万人祷告，要为在位的祷告，然后在历代之下七章十节也告诉我们说，这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我们要自卑祷告，对不对？神没有说，你要去改变呢，还是要你要做什么？神说，你要自卑祷告。如果国家有什么事情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必须祷告，而不是逃离环境，去到别的地方然后逃离。所以上帝没有教导我们逃离，上帝教导我们去面对。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要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罪神，我们是没有办法逃过的我们没有所谓呢没有人可以豁免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来到有一天来到上帝的白色大宝座前，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章。那我们看一下呢，这里呢就有一张图，大概给弟兄姐妹一些概念，因为接下来十三章之后呢，我们就会讲到不同的列国。那在我的左手边就是以色列，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老鼠，我这个 mouse， 然后在上面呢就是亚述，那亚述的右手边就是马代，下来就是巴比伦跟波斯。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你会问，哎，这些国家是现在是什么国家？那么你有空的时候，你才拿现在的世界地图去对照一下，你对照一下。那这里我就不多讲，但是呢，这个是当时
以赛亚呢，他所预言到的这几个国家，亚述、马代、波斯、巴比伦，这个也就是现在的阿拉伯的国家，因为阿拉伯有好多的国家哦，所以在这方面我的地理不是太熟悉，但是总之就是在这个是中东的国家哦。那么如果你放这个版图再大一点的，以色列是阿拉伯国家回教国家当中最小的一个国家，但是是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继续来看，那第二呢，就从17节到22节就讲到什么，神怎么样审判巴比伦，神透过马代这个国家的兴起呢，来怎么了请服巴比伦。我们再看上这个地图，那马代就在巴比伦的上面，然后呢巴比伦本来很强，就掌管了这个中东啊、以色列这些国家。后来呢，马代的兴起，马代就是巴比伦以北、波斯以北的一个族群，马代他们就呢兴起之后呢，就灭了巴比伦。以前巴比伦是灭了这个以色列，现在呢神使用马代来灭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这里还在提的，神是历史的主宰，整个历史是由他来主导。而我们看到马代波斯是神兴起的一个民族，那按照呢历史呢，在主前612年的时候，巴比伦呢连克就攻下了亚述的这个成都尼尼微。后来呢波斯呢就兴起，又一个朝代就兴起来了，然后呢波斯王古列嘛，就取代了当时的强势的马代王朝，就建立了马代波斯帝国就更大了。然后在主前539年就灭了巴比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我们的中国也是一样啊，我们中国之前我们有这个汉朝啊然后呢还有唐朝啊、宋朝啊、明朝啊、清朝、满清，然后民国，后来过后呢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是形成了台湾，然后现在的中国人民共和国，还有中华人民民国在台湾。那我们看到每一个世代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兴起跟衰败，但是这些歧视呢都是在神的手中的主导。那所以先知呢经过了这个四个朝代两个世纪，其实呢他在预言这些国家的局势的转变，其实他要讲什么，他只有一点他要讲的，就是证明整个列国的兴盛的替代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的掌管底下。弟兄姐妹，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当你依靠神的时候，你是超越这一切的。我们不是围着地上的国而来，我们是围着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看到现在的世界很荣耀、很繁华、很活力就好像我们住新山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新加坡跟新山的边界会关了起来。几时有关过啊？日本侵犯的时候扎了个桥关了一次，过后就没有关了。那从来没能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20年关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关了。所以弟兄姐妹，昔日的繁华今天何在呢？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教导我们说，没有一样东西在地上的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应该放手的东西你要放手，你应该懂了去抓，去得着永恒的生命，而不是暂时的东西。你今天拥有的东西可能一天没有，你今天可能驾大辆车，可能明年之后你驾小辆车。在教会里面我们牧养了这么多年，我们就看了好多的弟兄姐妹起起落落，
但是呢，能够持久的弟兄姐妹呢，是因为他们依靠神，他们把他们也放在神的永恒的里面，他们的生命不会让这些他手中所有的东西，金钱啊、房子啊、车子影响他，反而以他拥有耶稣为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寄托在这个地上。当然神祝福你有华宅美物是很好的，那我们更该感恩，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感恩，因为神觉得他时间到，他要给你他就给你，他没有给你他也可能知道说对你有好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神要提供每一个人一个应许，就是你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所以弟兄姐妹，最后的默想就是呢，神要抵挡骄傲的人，那神不喜悦的事情，那逃过一时我们也逃不了一生，像巴比伦一样，后来的亚述啊、马代啊、波斯多，今天都没有了，这个强盛的国家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最后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意思说末日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那我这里打错了一个字，就是审判的日子是没有可以逃得过的。弟兄姐妹，虽然今天我们活得好好，可能觉得哦，疫情哦，现在比较糟糕一点啊，可能一天会没有事，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圣经说当你还在沉睡不警醒的时候，可能耶稣就来了。 耶稣说他好像盗贼来，盗贼来的时候有没有跟你敲门啊？有没有开门啊？开门啊，我要来打抢你，没有。当你还在沉睡不知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赶紧在耶稣还没来之前，我们要赶紧好好为生活，服侍神是没有退休的，只有进修没有退休，服侍神没有退休，只有传承。所以神要抵挡骄傲的人，神不喜的事情逃过一时也逃不了一世，因为我们的神在掌管这一切，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祷告求主你的圣灵今天来监察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在哪个地方有得罪你的，不讨你所喜悦的，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主啊，你爱你的儿女，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我允许你有30秒的时间，你来祷告，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以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无论你所面对的任何困难，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神还是在掌权的。 He reigns forevermore， 他要永远掌管你，他永远是你生命的主宰，他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上帝，让他来掌管吧。当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是的，你就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你
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你是，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来宣告。掌权，你要相信，无论你生命发生什么事情，上帝永远掌权。He's forever reign and forevermore. He rules over everything. 他永远掌权，不改变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吧。当我的心动摇，是的，你的心会动摇，但是我们要。仍然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是的，耶稣啊，我心所依靠你。主啊，我的心依靠你。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主啊，你就是那一位永远永远掌权的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耶稣基督，我谢谢赞美你。
弟兄姐妹，大家，我们感谢赞美神。虽然今天早晨的这个网络上啊，会有一些的问题哦，但是呢，我们的神还是如此，还是一样的。我们的神还是一样的，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好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能够依靠你，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掌管一切。主啊，当我们每一天结束晨祷之前会用主导文来成为我们结束的祷告时候，你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你正在掌管我们，而且你是一位天上的父，不是地上的父，你是蛮有权柄的父。哦，不单你是天上的神，你不是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你是一位属灵的父亲。我们地上的父亲都这么爱我们，更何况你是天上的父亲，而且天上是一表你的宝座，你是蛮有权柄又爱我们的神。因此你要我们祷告，愿更多人能够尊你的名为圣。其实你就在告诉我们说，你这么对我们这么好，你就是要我们把你给我们的恩典白白跟人分享。所以你透过主祷文提醒我们，我们要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怎么样尊你的名为圣呢？乃是当你的国、你的权柄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你的旨意就能够运行的通畅无阻，好像在天上一样，人就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人就可以看到你的供应，就好像日用的饮食一样，你赐给他们，他们属灵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属灵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你都要赐给他们。主啊，当我们感受到你这么的爱我们，是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主啊，我们哪还会去生气别人，觉得别人得罪我们呢？所以你教导我们，我们要免人的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一样。主啊，我祈求你叫我们不再一见试探，要脱离一切的凶恶。弟兄姐妹，让我们就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尽了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不叫我们一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祝福大家，愿神的灵与大家同在，我们再见了。